欢迎各位来到云城天下 Super X，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的录制现场。我们今天的开场和往常不一样，让我们有请这街特别嘉宾带来的开场舞表演。说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不带就自为自己做个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挑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踏上舞台那刻才能将我斗志激发。让我点燃这根火把，用那光芒填满梦想现实间的落差。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这就是街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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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舞。各位舞者爱好者，我发现其中也有我们在微博发起的我爱街舞征集大赛的活动，来自微博的舞蹈大 V 丫丫舞、甜甜 Sweet、 大新 Naruto、 Clever Do， 也再次欢迎你们的到来。四位队长看过之后感觉怎么样？热闹。是的，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我爱街舞，这场主题我们邀请了八位热爱街舞的嘉宾加入，其中四位街舞能力者，他们分别是演员歌手程潇，歌手制作人小鬼，舞蹈冠军 Into One 赞多，唱作歌手演员傅龙飞，还有四位喜欢街舞的街舞爱好者，他们是中国首位男子速度滑冰奥运冠军、2022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双旗手高廷宇，以及宝藏男演员宝剑锋，全民健身教练刘耕宏，最后一位中国冬奥四金得主王蒙。啊，我终于可以来，这就是这个。对我来说，从这节开始的第一期就开始看的。所以您是这就是街舞的忠实粉丝？是啊是啊，当然是这样的。因为这街舞我常常给我的儿子看，每次看我都觉得哇好热血，我好想这样跳跟这样热血。对我来说，来参加这个就让我感觉很青春的感觉。在我们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将先进行一场特别来宾之间的 crew battle 表演赛，来展现他们的实力。分组情况是这样的，程潇和赞多他们将与 AC、 Popping C、 马小龙、 CC、 凯哥组成一个小队，将迎战的是傅龙飞和小鬼，以及 Reason、 涛涛、小鸡、 Rochka、 十一带领的小队。哇，厉害了。同时呢，在第二 round 我们的队长也会有两位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一波要不我和雨欣队长我们来玩一下。好，如果你们期待这场 battle， 就再来一点尖叫声吧。 OK， Are you ready? Let's go。我们真的帅，他真的有帅，非常刺激。
帅哥可以让你跳出舞吧，孤单不会消失。You can lonely dance, come on！ 哇，鸡哥那个太帅了，哇！